你好，这里是三千院家。一个令人震撼的消息，我是东琉璃三千院址的妹妹哟。怎样令大小姐逐渐成长？留意灵奇管家与朋友们的全新冒险。你应该没有受伤吧，大小姐？旋风管家，双眼只有你。6月3日星期一晚上6:30，就在 Animax。